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灯，现在我们准备去卖西瓜啦。我们准备以这个桥为根据地，在这儿摆摊，但是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呀？啥叫西瓜？死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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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猫也走，乌猫走了，死猫也走了呗。啊？又是逍遥骗人去了。你这还不骗人？不停。哎，几毛呀？两毛。哎，这西瓜几毛呀？两毛嘞，前面又花了又四毛了。你可全毛来说。我爸又丢下我不管了，又让我自己在这卖瓜，都没人买。开始我爸说六毛没人要，五毛一问都走了，四毛骑着车也都走了一问，结果去其他地方一问，三毛。但是没有我们家的瓜好呀。三毛，要吧？三毛，要吧？三块，三毛钱，三毛。好嘞，要吧，大爷？都磨巴磨啥嘞？热热住了，走。你炒吧，我觉得你炒的应该比我炒的好。我水都不行。十五块上都数。三毛，这叫皮了三毛似的。人家来这成大吃辣了，这三毛。是啊，你就三毛。三毛买吗？三毛，别便宜了。五块钱。哎呀，不给我。不成劲。就是啊，你要。哎，说这买是有的。家里钱包不错呀。哎，这都钱多，钱多了那都。呀还。我拿不拿？留个三毛，三毛。拜。您刚一走，我说三毛可有人卖了，四毛钱都没人卖。最后我们终于决定卖三毛，稀里呼啦就抢完了。要瓜呗？三毛钱。我说你便宜多少钱？咱不能便宜了，真是太便宜了，一个还买一买两毛嘞。那两毛的小，我砍了。我搁前搁前大车堆了，我车后边吧，这个一直都家那家大车堆了。我们一下子都卖了半车了。收微信吧。十分钟的时间，居然我买完了，差不多十点钟了。哎呀，瓜咋卖呀？三毛。三毛呀，比那边的大呀，剩的不多了呀，老婶儿。在那边买三毛，我一瞧，哎，三毛两毛，两三毛的身上小瓜子儿。那裁缝叫我去侦查一下嘞。那不配分吧呢？分儿倒是不配，就是配了塑料袋，配了点多了。不中，咱再拿点馒头了，给你嘞。我们准备回家了，已经快卖完了，剩这几个了，我们再回去拉一车。